跟你长得很像。像你呀、啊。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魏佳。我们暑假也来了一次日本，这次来日本是我第一次夏天来日本，真的有够热的。爸爸，你看。真的很热。我们第一站跑来新宿。一早2:40的飞机哦，真的很痛苦，而且接行真的超小台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到新宿伊势丹去吃个饭，现在大概是11:30左右。看起来很享受。你觉得好吃吗？一点点赞赞。才一点点而已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很喜欢这个。不是，我是这点点赞赞，好吧。我很久没有吃这个鳗鱼饭，那小黄瓜蛮好吃的，我也很想，就是想说来伊势丹早点吃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开掉关机，对，然后他那边鳗鱼觉得还不错，就想说吃看看。它的鳗鱼的酱汁算是酱油香气比较淡，但是盐味比较重一点，都是可以吃得出鳗鱼本身的鲜味跟甜味，可以说就是酱油味比较淡的那种烤鳗鱼。但是我觉得它的鳗鱼肉本身的鲜甜味还有油脂都蛮香的，我觉得有点像是一般盐烤的那一种，就是用盐巴提味这样。然后凯蒂的那个是茶包饭套餐，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想说就点开它，以为它是茶包饭。爸爸帮我挑鱼刺，他做鱼刺。那个鱼刺是可以吃的，那是软。但是我以为咬的时候觉得很粗的。好，等一下。那可以吃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它的高汤配它的饭，但是我也没有很喜欢茶包饭，就是我觉得还是干吃肉比较好吃，但是它高汤的味道蛮好的，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就是福建到我吃那间鳗鱼饭，我就觉得应该说对好久5年前以上吧，我大部分吃的酱油的香味会比较好，就它酱汁味，其实这家的酱汁味比较淡，比较像是盐烤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，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鳗鱼肉本身它的油脂也很厚，可以吃得出鳗鱼它本身油脂的甜味还有它肉的香味，我就觉得蛮好吃的。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酱汁味比较浓的话，可能就会觉得哦，这个就比较没有酱汁味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。对，最后还有就是它的米饭也是好吃的，推荐大家可以来。
全家都好累，逛一下就累。昨天这个作息大乱，而且坐在飞机上又好累。好想找个下午茶，可是本来没有排下午茶，好想回饭店睡觉。你想睡觉吗？要走上去吧。没有想到我久违的在服务包旁边内用，是因为我真的热到受不了。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耐热，可是外面那个太阳实在太痛，那个晒久我觉得会晒伤，所以我这样我还穿得住，可是太阳太痛。我没有喝威霆推荐的摩卡。哦对耶，我完全忘记了，不然我应该点摩卡，然后我点的是浅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一月喝的那一次好像没有那么酸，这次点的比较爽，比较好喝。那一月那次不是单品豆？忘记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要放服务吧头有蓝瓶的那个标志的杯子，你不觉得吗？哦，可是我想说，因为这样我使用起来，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漂亮，我就想要买。可是他是用这很普通的玻璃杯。休息一下，真的太热。我没有眼睛。这个好难哦。他会收吗？他最后会收吗？我觉得这个很难。他说会松掉吧？我想要这个，爸爸帮我夹。这个是我里面最喜欢的，我想要这个妈妈。他会夹东西起来啊！你看他在夹，他捞了一点点上来。哇！
我这次来新竹的这个地方，没有看到什么喜欢的，看到一些蛮特别的东西，但是价格啊就还好，就是虽然他现在好像是在做什么，但是暗中好像没有选择。